碰见天如鱼得水，喏，眼前这长发少女多标致。哇，阳光女孩子可爱下阳光，这阳光天使太刺眼了。今年几岁？18。18，太年轻了，那人家真的真非常可了嘞，今年大家十要10岁这样嘞。11岁呀、啊？距离未免太远了吧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为什么不交男朋友？没有人追，没有人追，你这样美，真的。29岁的男孩子对你来讲是老还是 consider 是老哎？啊？老。你的爸爸妈妈没有教你吗？你的 perfect 结婚年龄就是相差10岁以上，真的，老公就会很疼你。一个29岁，他不是看起来不老。那你老公几岁？啊？所以我们很危险吗？连一摊翻报纸就会翻到了。所以要找一个老一点吗？你介意跟他交往吗？交朋友吗？然后可以带你出去玩。你如果交一个19岁的，看电影谁付钱？叫人付钱。对咯，如果29岁的谁付钱？他付钱。没，你是有教的，你是有药可以救的。而且最重要，这个男孩子看起来跟你有一点那种很搭配，很爱晒太阳，很喜欢野外运动，爱游泳。你愿意来跟他交交朋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先把你的名字抄下来。可是你肯当作是我的人了嘞。如果钟情经过找你，你可以找他吗？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因为你懂我们一言既出什么东西，下一句。驷马难追。有读书的这个，又美又有学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文琪。OK， 有没有什么择偶条件？五官要端正。五官要端正，然后嘞？有钱最好。对了，你这样想就是很有前途。有钱，有钱就要年长者，有社会经验，有 CPA， 对不对 ？OK， 我再看你一眼。真的是。要给我一分钟就好，我只要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就好。诗云。诗云，你今年几岁啊？19。还在读书啊？诗云，自己有没有男朋友？有。啊？19岁有男朋友不稀奇吧？在一起多久？1年半。很 steady 啊。牵手了，牵牵小手了吗？牵牵小手了，那没关系，因为你也害羞，但谢谢你留下一个访问，你这样让观众朋友看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可爱的年轻人就好了。虽然我这一代美女的 generation 已经过了，但是还后山还有，江山有待新人起，你看还是有这么美的，有没有？19岁，但是太年轻了。谢谢你的访问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美哦。时限已过，钟情竟然还差一位人选，人潮虽多，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人。哎，这一位呢？你在等我吗？非常喜欢你。再见。你今年几岁？20。20岁？很小啊。年龄是问题。